如何让女朋友吵架得劲还不伤感情？他真的回来了，十一点了，衣服洗了也不亮，你是不是想上天啊？对不起嘛，宝贝，我错了，我加班陪客户，我给你买了家补，礼物也到了，我家里绝对也不敢了。你是不是先吵一架呀，宝宝？你这样小小的吵。可以，那咱们女朋友也别伤感情。这事儿已经过点了，我这边有个打，需要你挨一下，不知道你方便吗？为什么要打我呢，宝贝？先生，宝贝，这个生活现在是禁用状态呢，早上洗的衣服为什么不亮？我想听你狡辩一下。你宝宝都不让我用了，我跟你客气啥？我就是单纯不想亮了，等着你用。真是老太太装被窝，给爷整笑了。就可以支持你这个项目，但是需要您稍后跟我签署一个合作协议。这个项目经费需要每个月8000块钱，不知道你这边是否愿意支付呢？稍后协议中会附上我的卡号。如果我最爱的宝贝每个月能给我免费晾衣服，那我肯定很开心。我觉得你的宝贝每个月可以收到8000块钱的购物基金呢，他也很开心。那既然我们俩都想促成这项合作，那我这边也拿出我的诚意哦。来，你的礼物。哟，资生堂小针管，挺有眼力劲儿啊。知道你要用完了，晚上给你续上了。就是稍稍感受到你的诚意。我诚意多得多，来，我给你涂。你知道怎么涂吗？看你涂过呀，眉毛中间来一点。眼睛下面来一点，法令纹也来一点，脖子上也来一点。哎呦，真的是个蝴蝶的娘的样子呀！你懂什么呀？这可是大佬眼霜的用法。人家用的可是真皮级纯 A 醇，淡纹很牛的，除了能带明显的顽固眼纹，比如我以前的眼下纹，还有法令纹、颈纹也能淡。知道知道，看我宝贝如花似玉，滑溜溜的小脸蛋，还有这布灵布灵的大眼睛，大佬淡纹的实力，那肯定是没话说。嘴倒挺甜呢。好吃吗？那我们现在能把宝贝的称呼恢复使用吗？并把这个项目经费打个3折，你看是否可以呢？您看起来很没有诚意，先生。那这个是没得躺的是吧？那我每天给你带一些你爱吃的和一些小礼物，花心思给你挑选的呢。你看这些比项目经费拿得更实在的。既然你也拿出了你的诚意，那我也不好为难你。那给你打5折吧，先生。哎，宝贝，卡号我也有，也不用发我了。很高兴能达成这次和解，便能达成新的合作。那我们签字画押。没问题，签字画押。